螳螂试一试。OK，大棒槌在哪里啊？我一把没玩过，大棒槌在哪？是这个他们吗？说不是这个。不是不是，他们说是两个孤立加破剑者，然后加血印。把这给他搬了。我这不是体感冥魂吗？不是，你这个是哦，木魂铁人铠呢，冥魂，这也是铁海冥。我没耍过啊，试一下。来吧，虚空掠夺者。那我的铁铠冥魂呢？铁海冥魂呢？哦，有。换个皮肤，春晖海神，法之客。哇、wow、哦，里面也有铁铁男。杆冥魂08在这儿呢。感觉明天我的感冒应该就好了。哎，对面有一个关门的。哎，我啊，关蒙多，你他关你，怎么样？那我们四个就都在里边。对呀、啊。得你关他，然后我在这打蒙多行。OK，OK，希望我明天鼻子就好啦。希望我的腿明天也好啦。不行，我的腿。高强度的二对二战斗，守护者之印。没有血刃呢，这里边只有破剑者。我的腿还在流水水，啊，腿还没好啊？流水水嘞！我操，好烦啊！怎么就明明结痂了？敌人那块痂裂开了，我操！那你这伤的有点大呀。我是 AP，我走。不能那个战锤吗？我们先吃，先吃盾。你是一个。闪现了！哎，他们那个这个怎么能够炸好多下？我怎么不行啊？哦，我们跳弹过去，先杀的阿克曼。阿克曼，哎，为什么他们的锤能拍那么多下，我的锤不行啊？什么锤？哦，那是剑魔。咋都他前期没用啊。没用啊！他怎么他要跟我们耗死吗？不过早的，不过早的，他跑了，我们活的回去，怎么的？他要跟我们，你去怎么的？你也得进圈啊！你不进圈你也不行啊！他能跑哪去？这也太垃圾了吧！他这小鼠在这里头。绝窍没用，固定敌人被击退，第四次攻击造成额外魔法伤害，都没用啊！刷一下子。我是法师吗？我们直接选个海洋之魂，这个锤能卖吗？卖不了，卖了我太亏了。我想给你来个王者异位，行不行？不用，我已经有回复了。不，我给你来个王者异位，就是我跟你能换位置。怎么换呢？你先把人大进去，大进去以后，然后我跟你换位置，我进去把他杀了。不知道能不能进得去啊？好肉啊！哎，先杀木木。先杀木木，那黑哥没东西。好，你先把他杀了。
花马上来了，打花打花打花，我在打花，我在打花。原来这英雄这么简单，是啊，就锤就完了。我他妈第一次玩就能玩成这样，我在这烧他，小烧杯，好，你烧小烧杯烧哪？你敢吃我就敢锤你，王者异位。你还能卡死他了不？能卡死啊，他血都没我厚。小烧杯拉扯，花来了啊，花来了。记得打花，哎，进圈啊！记得哈 ，OK OK， 扯不了了，直接打，直接小烧杯拉扯。我操，这英雄这么简单，怪不得别人打我打这么容易，他妈什么都不用干，锤就完事儿了。1700，感谢我老丈人的万里穿墙，感谢我老丈人。哇，行走可以穿墙，来鬼蟹，五个药。我来个啥法师是吧？我这个是大哥。你这个是战士，不是，就是那个 AP 战士。你怎么买的守护者之锤？我这怎么没伤害呀？是啊，我就是不知道买什么。你买那啥吧，买鬼蟹或者是水银蟹都行。我先出个水银蟹吧。好了，休息结束。感谢我老丈人的水晶鞋，都不亏。把药吃了。我准备关人了啊！关人，关人，关人！我他妈直接给他关了。王者异位完了，这他妈进不去呀、啊！坏了，我感觉我跟他打，他好像是会玩的。看你的了，看你的了！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大哥，他一滴完了，我也不行了。哎呀，差一内内呀！王者异位也没用啊！我比人家少一件 AP 装，能打过就有鬼了。不知道这个是 AP 的，妈的，一直以为这是个肉，你知道吗？上路哭哭哈哈的。现在明白了，新手术。我的乖，我的乖，两手血亏，我的乖。这沙口怎么老在这里罚站啊？沙口，沙口直接被烫死了。对啊，他这根本没用。我来个青石还是木印呢？我来个破碎后王冠。破碎王冠怎么样？啊，你来个破剑者。弹幕说峡谷制造者。峡谷也可以，峡谷也行，先来个峡谷也行。晶石啊，晶石行，晶石加盾。你大好没好？好了。你可以打那影兽啊，那影兽跑不了。我打的沙口，那要是技能空了怎么办，大哥？那他妈呀，吹！哎，我拿下了，我也拿下了，我也拿下了。我的王者异位真高啊！稳战，不会了，这英雄铁男蒙多，回去打国服。铁男蒙多包赢啊，一路长虹啊！你会被一门大炮给发射进战斗中，攻击力、技能级数、穿甲、护穿、法穿，这个好点，这法穿没。30点法，这俩啥嘞？第一个那法穿没用啊！
我拿了法穿，哦，不是，我拿了那个护甲穿透分，对，我拿了回复。咦，你大好没？好，我好了，肯定好。那你杀那阿木木，你杀那阿木木。对对对。重锤你跑，你跑，我他妈就不动，一记拉扯，跑，一记重锤，你跑，你跑，拿下，你他妈往哪儿关着，粘着你，对，直接关着。看他这铁男出的什么玩意儿，顶杖心之钢，目前应该是不用穿甲，怎么的这小丑小丑能拖过吗？我可来个破剑了啊！我来个什么呢？你来破剑的话，我直接换，我换 AP 装。不是破剑没用，你来一个冰杖，来冰杖粘人啊！没毛病，感觉没用。二十五，四十双穿。我这个夹哦，它是截住了，然后我腿经因为是膝盖的位置嘛，腿经常伸直弯曲，伸直弯曲，导致它结痂的地方裂开了。不是很好，别打中间那个，别打中间那个，别打他，别打他，让他们打。对，好，这回打。这回谁打得过谁就不一定了啊，兄弟，兄弟，啊，兄弟！哎呀，我死了，看你的了，穿一身我烫不到他。哎，坏了。那他这不跑中间回血去了吗？你把那个打了，对，快大哥，追不上，真追不上。哎，可惜。追不上。真追不上，再涂一些，只能一手观战了，只能一手观战了，朋友们，玩具被他们两个当玩具，跟他们打别人似的。主要没十一级啊，有十一级那还能好点，我有减速，现在没减速，少一技能没办法，大哥少一技能。为什么不让进化呀？啊？哦，不让进化，不知道啥意思。行吧，我有毛线。好了。来个黑切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涂药来来来来，哎，打他俩，我直接开 W， 直接关注，开鬼步直接上去，一记重锤，你闪现，粘住阿木木，粘住阿木木，粘住阿木木，这个没血了，一记重锤，我操，怎么回那么多血？血，冰杖恶心人，一记锤，加吉拉直接留住阿木木，不让走，王者意味，不让走，一记锤。我也锤，你锤，我一记护盾，你来开技能弄我，我一记重锤加 A 加烫死了，不如进化红皮，打不了减速啊！这游戏真他妈简单，说实话。W 技能，下一个再进化红皮。什么要？为什么要让我问我大哥 W 大哥你 W 技能怎么了？
什么我 W 技能呢？他们说你 W 啊，你 W 技能可以摁两下，摁第一下是开盾，第二下是回血，但盾就没了。哦，明白。释放终极技能后，短暂的时间免疫伤害。哇，你的攻击会使各个技能冷却时缩短一秒，移动移速150。一二三，选一个，主播们。移动技能获得150的技能级。他妈的炼狱导管。移动技能，直接信任。他们让我选个导管，这给别人直接来。他们说行，来个导管，我无敌了。怎么看、啊？你行。哎，剩三对儿，他们俩咋？那我怎么看我的技能呢，大哥？我刚才都没重新看我技能。按 TAB， 然后往自己身上看一眼，就导管啊，你是可以炼狱导管。你的技能会施加一层灼烧，五秒内灼烧，灼烧，你的所有灼烧效果会使。你得来个重伤啊！你得来个鬼师傅干。你有钱没？有钱整个鬼师傅，对，有钱整个鬼师傅。有钱肯定有。我大哥为什么是王车异位啊？王，对呀，异位吗？我操！我跟他们打。我操！买一个。他六神装，我一二三四五，我他妈才五件。我买这个。瓦尔蒙多，我进去打。哎，你怎么才有五件呢？我去把，我加蒙多打了，大哥。好。他先拉我了，我拉了蒙多，但是我的大没用了，被他抓进来了。那怎么着？我操！这蒙多，我吃个血啊！这蒙多打我太疼了。大哥他死了一个、哦、我来了我来了，大哥你过来，我找我过来找我、这蒙都几万血啊！我操，妈的一万血，一万滴血，打我一下一千多。哎呦我操，他一万滴血，兄弟们给个说法，万血蒙多怎么打？打我一下一千多，把那个手把那个什么卖了？对对对，卖了，然后你卖了，买一件，买个放血。买巨杀，买个放血者的诅咒。哎，买巨杀行，我买个巨杀，我买多米尼克放血。不，我买放血者的诅咒。哦，你买造成魔法伤害持续六秒的魔法魔5%的魔抗削弱。我来这个，至多削30%。我再买个威能饮品。我不用动手。哎，威能饮品没买上，完了。没事没事，我能把他那个折磨死，你别死啊，大哥。好好好，你折磨他，你折磨他，我死我肯定死不了，我可以不打他。他先开了 W， 他现在伤害高很正常。我开 W 的时候呢？我开 W 的时候，你想过这事情的代价吗？我开的时候，你想过吗？我开的时候，你想过吗？快跑！你快跑！大哥，我先撤了，我先撤了，先撤。情况不对，赶紧撤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好疼好疼！折磨他折磨他！好，拉他一下。哎，我有王者异位啊，我可以给你换位。如果你挺不住，你告诉我，我给你换位啊。你烫的，哎呦我操，这蒙多。好能回啊！我在捡他伤。好，你打他，你打他，你打他。我恶心他一下。我还在学他魔抗。我在学他，我在这么学。他怎么挥满了呀？我操！哎呀，你打的，他不掉血。我大哥大。我是打你先回来，他在打电话，我在打他。哎呦，这蒙多血有点厚啊！看看他选的什么海克斯啊？良性循环。我操！我真没招了。哎呀，天哪！我也来把这蒙多。
我觉得挺狠。来吧，这蒙多挺牛逼的，真的挺牛逼的。10000滴血，心之钢你知道吗？1000层的心之钢。